终于来到恐怖游戏中最常出现的恐怖场景——医院。喂，哎，你好，突然就变站九点嘛，小宝，小宝，啊，别怕，你找唔到，计是不是还无掉进奖的啦？嘿，欢迎！这里是廉价男。既然万圣节过了，今天我们就来玩个不恐怖的恐怖游戏——除邪。恐惧来自于火力不足。看看我手上的，准备来体验一下。谢！啊，卖怕啦，小宝，卖个很是出名呐。谁个吗？谁啊？安怎啦？今日要弄药啦，我嘛要弄啦。弄啥小朋友？当作恁爸惊恁哦。你说干嘛？我用偷袭的，从头正面来给我射啊！来。枪没有用啊！哇哇哇哇掉！他怎么退场的这么随便呢、啊？林北有信！哇哇哇！啊，路在哪里啊？哇哇哇哇哇哇哇！你敢骂嘞？我这调查员是依法只能拿水弹枪有啦。我剩20个。我在看子弹啊，大姐。是什么神奇的按钮？是那种按的就会出事的那一种吗？出事阿贝！shit！ 上啊上啊上啊！喂！欸，神奇按钮嘞！啊，我知啊，要蹲下啊！哦，蹲下来还是按着哦。那你按的赶快跑嘞！我不能趴下吗？一定要？所以该蹦蹦就好啊，真笑哎！那如果说，我只是想说碰看看，还真的会出事啊！靠腰，我忘记，害我吓一跳。太人惊，这之中一定有人会给笑这边动。嘿，我来讲，来，我靠，我这跑有够慢，爱人嘞，会听哈？我 American 是除灵法，跟你讲，下来给下爆头，哼，够人要给无啦？看到没有，到快步就想吓人。黑下，黑是尿气还是滴？没感觉哦。Hello， 卖个条啊！他的退场方式真是迅速哈，急着下班啊，老一辈会笑你们家一下班会死吗？啊，命也太硬了吧！我腿有撬棍啊，撬棍啊！看我没死路啊！倒一次，倒一次啊！啊！快，我靠！这里真的是医院吗？医院地下室还有屠宰场，你们是专收厌食症是不是？那你们应该要进撒尿牛丸才对啊！他吃东西啦！为什么这样？因为我听到一点声音，绝对有声音。那你，
哇塞，这里的鬼还有保护色哎，他一定是在模仿长颈鹿，好难发现呐、啊。有什么音乐？哎、欸，什么、啊？真的在懂之懂之、啊。哎呀、哎！哎呦，护士姐姐看起来不错呢，没有吓到啦。来镜头。听说这边要在黑暗中道路才会显现，哎、欸，真的有用哎、欸。哦 ，Let's go。下下下，靠呀，谁啊？啊！啥毁了啊？啊！哦，学什么 SCP 啦？一定要人家盯着看。我找到你的手啊！我找到你的手啊！哎、欸，哦，一二一三八，小姐说声哈。喂、欸欸，在哪里？哦，你当作人爱看你哦。我看，哦，我等，哦，哦，没看嘛是看这个丢嘛，超大！哎、欸、靠，我忘记密码。看一个忘记密码，一二一三八。怎么给人家从后面来啦？都市传说里有个叫摇摆拳王的恐怖怪人哦，玩半天终于有王可以打了。哎、欸，那那当机啊啦！动画说我还可以开枪哦，这好像在哪看过啊？哪里是拳王，是丢高吧？妈个丢啊啦，个丢，你来丢个谁？哎，人嘞，个丢，你是丢高袂啦？个来，个丢啊，个丢啊，哎，哎，怎么啊？终于来到恐怖游戏中最常出现的恐怖场景——医院。哎，你好！呜呼，突然就变站酒店嘛！哎，小宝，小宝啊，别怕，你走唔到，今是不是还无点真相的啦？都回来搞死囡仔啦！诶、欸，搞死囡仔，搁安怎啦？家己功课家己写啦。喂、欸，我帮他女儿写作业就杀人，你生前是恐龙家长哦。哭泣的女人二，她会瞬移到猎物的身边，强迫意志不坚定的人与她对视。不要看，不要看，不要看！我不看，我不看，他会把我拉回去。我没看，跟你不熟啊！阿公被闹丢啊啦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护士的右手，又有哪个护士缺手了？哦，医疗能力已经缺成这样了。哎、欸，护士的头，找到了。喂！我没有缺这么多颗啦，这么多是要回去煮汤去啦。哇！哎，护士小姐，我搁帮你找着一支手啊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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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靠腰嘞！哎，我刚刚脑袋所有色色的念头都不见了。哦，吼吼，这真的不是揪点吗？哈哈付钱叫小恶魔梅亚跳舞的服务哦。
多付一点，他五步还换呢。哦，有嘞，有嘞，有嘞。Hello。什么东西啊？怎么前面水蜜桃，后面直接变西龟啦？打王了，打王了，最终魔王哎！呜！爆头！我靠！还没绕狼呢，哦，终于比较刺激了哈！错开了！然后还死得这么随便，我100块的游戏就这样两脚开开，直接投胎。Yo yo check it out, yo yo check it out, 懂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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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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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反应，那坏掉了。愿望场景直接是零耶。最后告诉各位，这款游戏有个最恐怖的 jump scare 彩蛋，就是看文本后无法预测的突然宕机，恐怖到了极点哦。